林志杰往篮底下塞，这边助攻找到了赖廷恩得分，往外交桂宇跨步进来，好球给到底线的林志杰，三分命中，而且是小插板吗？志杰最后助攻到沃特斯，往篮底下塞啊！这一次林志杰上篮得分，杰哥 no look pass 给到赖廷恩三分球，哇！那现在钢铁人这个了蛮久了，林志杰外围的三分命中，这会是杀死比赛的外线吗？林志杰没有选择投外线，再给到陈佑伟这边左手上篮得分。今天的勇士稍微搓一点麻将，哇！杰哥啊，锦上添花的一集。立即搜寻四季线上。